大家好，下面我给大家介绍这款快速无线充电的一个发射端模块。这个是10瓦，这个是15瓦，板子的尺寸是一样大的，这样可以这样展开来用，也可以重叠使用。10瓦的待机它是不亮灯，15瓦的待机是亮红色灯，可以直接连数据线用，也可以直接焊正负极焊点用，都可以。然后如果你的手机有无线充电功能呢，不管是苹果还是安卓，只要放上去就可以充电了，非常简单，只要有无线充电功能直接放上去就可以充电。如果你手机没有无线充电功能呢，在手机上面加一个接收端，接收端我们也有卖的，然后放在保护壳里面，这样子放上去就可以充电了。当然如果你的其他产品也一样可以的，只要有加个接收端都可以用。非常简单，